有吗？看好了，好了，看不到，好了，看到了。看吧，好慢哦。我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。哦，超赞的呀！现在还没有客人吗？还没有客人。嗯。人客哦，进来哟、哦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有客人了。哦，超级好吃啊！有人留言到你们知道背景音乐还是911的歌。你们知道林先生在吃什么吗？林先生吃的这一盘，大概我可以吃六个龙虾三明治吧。他点了一盘6300的牛排，日币。这是黑毛和牛，好好吃哦。他觉得很好吃啊，但我刚吃一口，我是吃不太懂，比较想要去吃龙虾三明治。哎、欸，有人说你这个角度好瘦。完美的下巴。最后一天了，要吃好一点。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超级好吃，每一口都是人。有人问你怎么没有配啤酒、欸？哎，我今天想喝可乐，好简单的原因了，很单纯，只是为了这样。那为什么要戴墨镜吃？那你走出去看一下外面阳光多大。对啊，6300可以转好多扭蛋哦。哎、欸，大家都说你这个角度很帅，那以后直播的时候我要坐你的左边。哪一个角度更帅？哪里？哦、这间店的背景音乐很适合你。看看哦，你这边应该是三个龙虾三明治吧？我已经吃一半了。已经吃一半了。可以吃三个龙虾三明治，跟我啊，那一天我们吃好吃冰淇淋没有直播，对不对？我第二天吃到一只很好吃的冰淇淋，一只大概500块日币，是白色猎人的饼干，然后它那个冰淇淋是很绵很绵。6300可以吃12只耶！偷偷看一下别人吃什么。看起来是你这个比较好吃。那你这样子，你这样等一下还吃得下龙虾三明治吗？吃不下，那我吃就好了。超级好吃，6300多少台币啊？18000，应该18000-19000吧？这么贵？应该是吧，因为1000块是300块啊，6666 12 6 3 18，3398，1890，对。是吗？应该是吧。为什么会有911的歌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老板可能很知道台湾最近哪个团体正在红，对吧？哈。猎
也罢了。啊，我肩膀好很多了。你们现在要看他吃肉，不是问我的肩膀啊？有一点点怪怪的呢。哦，刚刚360度那一张，我这几次还没看呢，我来看一下哦。要不要再吃一口？不要。啊。不要。不要给我吃啊，浪费！我是不是有肉？有啊，你看林太太这样就知道。就知道刚刚360度，他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？对。今天也还是米妮。哦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哦，入口即化。其实这个歌蛮配的、啊。因为我刚刚在点肉的时候，他播放的是《爱的中破塞》。很少误我360度那个吗？哦，被我吃到剩这些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在找这些肉的原型长怎样。这块肉的原型是长这样。刚刚是煎好的，现在是圆形，然后上面这个才夸张，这个神户牛这个是顶级的，这一块要好几万块。好，那旁边这里有那个烤帝王蟹的蟹脚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看被吃到剩这些的。一个龙虾三明治。剩下剩一个龙虾三明治啊，好。那我要吃完了。哦，后面来的没有看到。这一盘肉呢？这一盘肉要6300块日币。对。我可以6个龙虾三明治。好，没关系。对，这里是在黑门市场。嗯。在黑门市场听911的歌，配这个。好，那都直播在这里，我要把它吃完了。OK， 欢迎你们，没有，拜拜。